听你的话，而且由我领队啊。你当会当搁带我去看海？伊是万寿人的查某囝，我敢有需要对伊才好？药啊，伫遮啦，啊买你也无爱恁顾在意啦，身体是你家己的啦。我看你家己嘛无珍惜你家己的身体啊，搁硬忙别人甲你斗三工哦，啊？是啊，身体是我的，我这双脚嘛是我的，也毋过，我这脚，伊从来都毋捌听我的话啊！这也是甲我同款，伊出事了，干那会当踮在这房间，倒位都袂当去，你嘛一定就想要死的。哼，哪能我嘞？我和你阿爸害到家破人亡，我无比你较好过。哎好了好了，你别激动了，先坐好了，是你啊。好了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乖乖愿意吃药啊，你放心，我会搁找时间带你看海。嗯，佳熙，那安尼，咱等伊呐，袂当反悔。欢喜啊吼！欢喜就好啦。大小姐，你即马会当乖乖甲药啊啉落啊吼。嗯。纪伯伯讲，三天以来我死，这才是安怎？小姐，你来了！对，川信，你有安怎无？我听讲你去把阿爸关起来，而且三天了后，又要挂你的心，给我做药引，因哪会当做这么离谱的代志啊？我是来求你，紧走吧。小姐，你脚不方便，你搁专工来救我。我不要紧啦，你即马紧离开，即马无人。我袂走了。是安怎？你无爱命啊？因为，我真无简单，才会当离来你真家。我这个时阵若逃走，我就永远无机会当报仇啊！你是咧想啥？要唔紧走？因为我捌答应过你啊，我搁要带你去看海，咱也别去，我袂当走啦。竟然求咱的右手，看了比你的性命更加重要。是啦，你赶紧回去房间，你莫烦恼我，我绝对袂有代志啦。不要紧，你等我，我会去叫我阿爸将你放出去。你等我。是安怎印刷已经啉二十几年的药啊？身体煞一直无法度好起来。你的老情生，竟然在药里底藏这款物件，我想着办法来脱身啊！一届，我让你再死了。